梁俊，清醒些吧。陈墨玉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美丽女子。她不普通。我们都感受过她强大的生命力，她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难道你就真的相信她会消失？那怎么才能算是真正的消失呢？ 他受到了一切可以想象甚至难以想象的痛苦，可以摧垮一切男人的痛苦，甚至更多。但是足够了吗？可你还想要做什么呢？他居然能够达到天皇的特赦，这证明他命不该绝。我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他的生命力就是被消磨光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只是在活着。 他的生命力只够维持生命。真的吗？是的。不过这看上去可能会让你更痛苦。你看啊，当你想得到的精神上的胜利真正到来的时候，你自己又不肯相信了。 你是我的客人，你先看，我先去忙。ちょっといいか。何ですか？我们曾经很亲近，几乎成为一家人。可你一直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可我们毕竟很熟悉。是的。我不是没有信任过你。你来邀请我参加江朝宗的生日会，结果……这件事情我很抱歉，感谢天皇陛下。我们立场不同，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虽然我看不清你的眼睛，但我能感觉到你几乎想杀了我。如果可以，我想。可你做不到。 你对我不是这样吗？可你还得像现在这样伺候我。我告诉你，会谈就要结束了。 你一点都不想知道我们谈了些什么，你一点也不好奇。你实际心急如焚，但表面上还能装出这么不温不火。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李杰克，他还在北平吗？
我看你是不会放过我的。你不光是一条狼，还是一条发了疯的狼。 放心吧，哪天放假我一定带你去。嗯，我可想去了。发完了吗？发完了。哎，刚才怎么回事啊？是这个二极管坏了。这二极管怎么回事啊？这都第三个了。北平就是这样，电压不稳，这些电子元器件就特别容易坏。哦，还有备用的吗？没有了，得去买。哎，那赶快去吧。 是，多买几个。阿美陪我。好，去吧。哎，快去快回。是是。黄包车。哎，去哪儿买啊？跟我走。师傅，大石蜡。好嘞。 好看，哎，以后啊，这是个办法。干什么？出来逛逛啊！我没来过北平，还没来得及到处转转呢，就把咱们关起来了。早知道就不来了。那你打包告要求回去，或者给你爸打电话。我爸爸他们现在很紧张，可能要打大仗了。日本人一直在集结，最近板垣师团也开到了。你担心了吧？ 担心也没用，我妈说她都不害怕，反正是戴老板的部队，她会看着自己的人被打光啊，她一定会想办法的。哎，红玉，灌肠还有炒肝好吃吗？谁知道你呢？嗯，哎，咱尝尝。算了吧，买完了赶紧回去，我怕组长一起回去了。 哎呀，晚了一个半个小时的，死不了人。这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小姐，真不好意思，这么大的攻略，我们库房也没有了。要不我到别处给你问问去。哎，行行行，那你快去，走，走吧。来，过来。 这里有人，怎么会是你，杰克哥哥？ 没想到是你啊！你还好吗？挺好的。一直在北平。嗯。看你这样子，还真是挺好的。<笑>长大了。好些年了，还能总部长。 我听我大姐说了关于你们的故事，我真挺难以想象的。你，老王爷，还有和伯伯，这个时代，很多事情都是难以想象的。你还在？傻鬼子。 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没多久。找工作了没有？哎，这年轻人可不能老这么待着，要做事情的。做了，不过不太好。原本以为是好的，可是现在我有些糊涂了。
这个乱世，好坏对错确实难以明确呀。不过，最起码的是非是有的，不对的事情可不能做。明白。我能跟你聊聊吗？ 我也不行。杰克哥哥，你和我二姐都是我最最敬佩的人。我们呢，都是做了一些平常的事情。傻鬼子，保卫咱们这个国家。你爸爸才是我最敬佩的人。我得走了。 很高兴能见到你，保重。杰克哥哥，你保重。 我一直在想，我还是决定来找你。我希望你能让红玉跟你在一起。姐，前两天一大早，红玉忽然跑过来找我，说想我了，想见我。当时我正在做功课，她就一直在外面等。等我做完功课以后，她抱了抱我就走了。她还说。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我知道他心里在害怕，他笑的时候脸都在抖。害怕？我担心红玉是走弯路了，你能不能再拉他一把？不要记恨他一直对你的态度。他是不知道实情。我怎么拉他？ 我今天来这儿，跟你说这些，就是有些话我不想在外面说。小梅，给。哎呀，每天让咱们发报易报，内容对咱们还都保密。你说这戴局长到底是信不信任咱们啊？我说你还是别说话了，省得再易错了。真的，我易的只是第一稿。 译出来的都是些怪头怪脑的东西，不译错就怪了。你看，这句话译出来的意思是：张爱就三快，说把刘来探猜。哎呀，我都要疯了！什么意思啊？这个稿子送给钱处长之后，他还要再译一遍。哦，两次码啊。 其实我能破了他的码，我们用的是一个码本，我就是懒得弄。你趁早别，两次码对大家都好，省得泄密。嗯，我知道。我看见过你跟他在一起。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但我知道肯定已经很久了。如果我能早一些明白这个，当初也许我不会让红玉走。姐，你可能搞错了。三三，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辨不清真相，分不清真伪，我的确不值得人信任。可我是爱你。 我是爱你们的，为了你们，我可不要自己的性命，这点你是可以相信我的，对吗？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天了，我知道你们在告诫室里会面，我知道祭台上十字的红色蜡烛是代表着什么，我知道三三是最棒的。
我知道三三是什么样的人。三三，现在只有你才有能力拉住红玉，不让她走弯路了。我知道你是关心她的。自从上次你跟我说要给她换个工作，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你看到红玉在走弯路，所以不要不管她，不要放弃她。她是我们的妹妹。她是你多少次用自己的血救回来的妹妹，你们的身上流着对方的血。我知道，大姐，我不是不信任你。实在是我的工作事关重大，不只在于个人性命。至于红玉，其实我们才更加危险。不行，我下不了这个决心。那至少让他知道有爱他的人在他身边。受苦我帮不上忙，现在这个时候还给你增添负担。作为大姐，我真是无地自容。大姐，你在说什么呀？选择这个时候说出这些话，我就是想告诉你，虽然我不能分担你的苦，但我能分担你的寂寞。我希望这些能带给你更多的力量和更多的机会走出乱世。三三，我们一定要挺下去。我想好了，我同意开始做红玉的策反工作，利用她的身份获得密探内容。太好了，我见过她，和你说的一样，她没变。下一步就是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了。还有个人愿意帮助我们，事实上，也是他说服我做这个决定的。这个人就是冷玉。在一次次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钱建秋与和贺英良终于共同签订了一份联手反共的协议。协议中，双方承诺为最大程度地保证增兵南洋的顺利进行，日军在完成对共产党所控制地区的清剿后全线撤走，并将实际控制权交由国民党掌握，以换取国民党军队辖区铁路线的通畅使用。三要来了，再见。陈老板，谢谢你的美食，后会有期。欢迎您再来。请进。很久没见了。我来北平公干，顺道来看看你。
你还好吗？平主的恩典，我很好。你总是这么有福，总是能找到心灵的抚慰。之前有父亲，之后有我，现在有主。 去过我父亲的墓地，照得很像，毕竟是亲姐妹。你见到墨玉了？在什么地方？啊，三小姐现在是饭店的老板，我当然有机会见到她。你们不是经常见面吗？她没有跟我说过。哦，看到你很好，我很高兴。再见。 在看虫了，你先下去吧。姐，你怎么来了？你知道他在，你知道他一直在被聘，你为什么不动手？你竟然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你可以杀死他，你毒死他，电死他，甚至一枪打死他。我求你告诉我，我来。姐，他竟然在我眼前耀武扬威的。 我鞠躬尽瘁，他还感谢我。我一点准备也没有，痛恨我当时手上为什么没有一杯烧开的水。姐，半个月了，这半个月他一直在北平，他在大街上可以随便的走，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大姐，我们不，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我也很痛苦。那你去干呢？你竟然让他又一次眼睁睁的从我眼皮底下活着离开，我太失望了。 今天是个可喜可贺的日子，你们让我感动、自豪和欣慰。前段时间我们的辛苦努力赢得了丰厚的回报啊，上峰极大的肯定了我们的工作，大家的成绩，而且是通力嘉奖啊。
北平特别小组成员，每人获青天勋章一枚。为了补偿大家最近的辛苦工作，我决定明天放假一天。日军前几天对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几倍于我的敌人。 说好做何谓都国民党军，居然袖手旁观，毫无作为，甚至他们把战线推到了铁路沿线。根据地的首长认为，他们很可能在与日军做着对铁路控制权和根据地控制权的交易。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上一轮密谈的议题。另外，有消息显示。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很有可能会升任整个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现在，在华南发动的对铁路线的战役，就是由他来策动的。下一步，很可能他们要打通从南到北的铁路线，以满足他们对南洋增兵的需求。冈村宁次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方法。 已经得逞过一次，现在他一定会如法炮制。如果这条铁路线打通了，无疑会使更多的中国老百姓遭受生灵涂炭。日本人气数已尽，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民党也看到了这一点。内战准备要开始了。 用日本人的手，把我们的根据地夺到他们的手里。所以，这场密谋不可能马上结束。在双方获得最大利益的时候，新的一轮会谈就会开始了。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是在搞和谈，原来更下作。所以，我们北平敌工部的任务，就是了解密谈的后续行动。 尽可能的去了解他们密谈的一切内容。这关系着根据地的百姓，甚至整个根据地的生死存亡。明白。真的明白。你说的是红玉。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哎，你这什么呀？ 别动，青天勋章，怎么，带用品？我给每个人都买了一个，这是我们荣誉的标志。我给他们带去。哎呀，老高，最近林红玉有什么状况吗？没有。 工作非常努力，那他情绪上有没有什么波动啊？啊，很稳定的。好，这样，今天放假，你不要放松对他的注意。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以后就……啊，明白。诸位，上次咱们话说到，啪。 从房上落下一个黑衣人，这个黑衣人是谁？老刀牌香烟。是这个人，好香肠了。先生，来包香烟吧。小姐，来个口香糖吧。司小姐，李杰克在河边等你呢。别动，小心后面有尾巴。水壶中的司天，神情冷艳。老刀牌香烟。 可是他呢？这个看看吧。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场阴谋。红玉，你现在成了帮凶。我们知道你的身份。香港沦陷以后，你参加了军统的青训班，后来又辗转到湖广一带从事抗日情报工作。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你做得对。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是好样的，不愧是你爸爸的女儿。可是你现在已经背离了你的初衷，这就是你们此次北平之行的真相。你们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可那已经不是抗日了。你和我们的敌人一起联手杀害了曾经浴血奋战杀敌保国的八路军战士，你在和敌人联手，你成什么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据在你心里，你比谁都清楚。我不清楚。你清楚。如果你不清楚的话，那天为什么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会说你现在的工作不太好？原本是好的，现在又糊涂了。你为什么想跟我谈谈？别回避，你必须正视它，这就是一场阴谋。其实在你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只是你不愿意相信。就在你犹豫和彷徨的时候，你成了这场阴谋的同案犯，而且他们并不信任你。你那天的见面并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等到的机会。你们想干什么？想救你。我们也需要你。我们需要知道密谈的一切内容。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你也不用再说什么了。你要说的我已经明白。我真的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很困惑，我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困惑。但是我是个军人，我不能背叛我的组织，请原谅我，相信我不会把今天的见面告诉任何人。但是请你们不要再来找我。大姐，嗯，给我讲讲二姐吧。二姐怎么死的？啊，我不知道，当时我不在场。有人说二姐是被他害死。胡说！墨玉是去救他的，为了这个他被和和阴凉误认为是你二姐的同党，几乎在牢里被打死，生死未卜不知道多少年。你恨他，所以你从来不愿意认真的去了解他。好好的想想，他当这个汉奸，除了一次次被称为手枪、投毒、车祸的靶子，你、青玉，多少热血青年还有老百姓都想杀死他、撞死他，可他害过谁？不需要害，为虎作伥就已经够了。那你告诉我啊，他这么做为什么？他图什么？别说了，别说了。全乱。
红玉的心再也没法平静了。李杰克说的一切让他不敢相信，却又不能不信，因为这些无不印证了这么久以来他自己的困惑和担心。但他实在没法接受这个事实，逃避，闭上眼装作浑然不知地走下去。陈红玉不是那样的人，面对真相，他一定会有自己的选择。那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就是查清真相。请进。哎，红玉啊，有事吗？来，红玉，坐坐坐，请坐。怎么了？有事吗？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您，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需不需要我清理机器，准备撤离？撤离？哦，我们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也立了功，难道不需要撤离？红玉啊，你不是北平人吗？怎么，不喜欢在家待着？不是不是，在家虽好，可是现在不太喜欢，觉得太憋闷了。哎呀，红玉啊，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呀。但我们是军人吧，我们必须有能力和毅力，去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告诉你，因为我们卓著的成绩啊，我们将长期在北平要潜伏下去，而且新的一轮工作又要展开了。这一轮工作将意味着更加辛苦，当然了，收效也会更显著的。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第二枚勋章的到来吧。哎，红玉，怎么样？好看吧？红玉，红玉啊，你怎么了？好不好看？啊，好看。哎呀，你这是要给瑞福祥开分号呢？阿美，嗯，你爸怎么样了？啊，挺好的。报纸上说他们住房的京浦县跟日本人遭遇。嗨，遭遇个屁！他们早就撤走了，本来他们都准备死战了。结果说上面来了命令撤退，我妈就说嘛，戴老板不会看着自己的人被打光的。可报纸上说他们是被攻占的呀。哎呀，总得比划两下嘛，要不成什么了。啊，他没事儿，谢谢你惦记。可撤走了怎么办呢？铁路沿线不都完了吗？哎呀，铁路沿线完了，可原来归共产党的地盘现在都归咱们了。哎，红玉，你帮我看看这个坐骑不好看呢，哎，还是这个好看？都好看。这就是你们这次北平之行的真相，你们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可那已经不是在抗日了。你和我们的敌人一起联手杀害了那些曾经浴血奋战、杀敌保国的八路军战士。红玉，你现在成了帮凶。哎，北平还有什么好吃的呀？好吃的多了。哎，带我去吧。好，走。哎，那有布，看看。又看。哎，老板怎么卖啊？口香糖嘞，老刀牌香烟，口香糖嘞，来两块口香糖。老刀牌香烟，口香糖嘞，卖口香糖的，我要换两块。我要见李杰克，晚上七点，他说了。Thank you.
泛起的涟漪随风去，只留下空空的心，让它慢慢忘记热情。生命去回答所有谜句，你手上相遇浓墨，忘不了你，相思想你，爱过的你，恨过的你，都成幻灭。路重重，泪雨蒙蒙，身不由己，千言归迹。烈火熊熊，相遇。